我们邀请淡江大学大众传播学系淡江电视台的老师曾小玲老师上台接受我们的感谢，谢谢，谢谢淡江的同学，每个星期为我们提供质量非常优质的公民报道，谢谢。首先也是非常感谢 Pebble 能够提供一个这么好的平台，然后让我们学生的作品可以被更多人看见，然后他们的平日可以去更关心他们生活周遭的环境，然后他们关心的议题，然后最近的两次的专题报道可以让他们更深入的去挖掘他们自己感兴趣的议题，这是特别感谢的地方。然后我相信未来我们的同学们会更关心自己生活周遭的生活，然后关心台湾这块土地，然后发挥他们的公民精神，谢谢。